中方重视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和一些重要人事安排，这结束了阿富汗长达三周多的无政府状态，是恢复国内秩序和战后重建的必要一步。我们也注意到阿塔方面表示，成立临时政府是为了尽快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。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，我们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，不干涉阿富汗内政，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，希望阿富汗能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，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，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，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。